孕妇腹痛做检查，关键问题竟是长度。病人她到怀孕的18周，因为肚子痛，超音波一照，子宫颈大概已经剩下2公分，妈妈就哭了说，她已经为了这样的情况流产2次到3次。这个病人呢，我们就是给她卧床，等她子宫颈慢慢的长度已经大于2.5，这时候安排一个叫子宫颈环扎手术，让她不会再撑开，不会变短。到了36周，被拆开大概过没2年，那就是。今晚10点，东森综合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